云天呐，我也不想再耽误你的时间了。你赶快去工业园上班吧，不要辜负了静云跟徐宁的一片苦心了。不，老板，我已经正式回绝了徐宁，我不去他们那边。你怎么这么傻？这么好的一份工作，怎么说不去就不去了？我就不知道你怎么想的。老板，我从小就没有父母，身世跟徐宁差不多。自从您收留了我，我一直把您当做我的亲生父亲看待。现在李嘉德背叛了您，我怎么能够在您最难的时候离开您呢？如果您不嫌弃的话，我想认您做义父，留在您身边，一辈子服侍您。换在以前，我就答应你。可是现在我一无所有，只有一生病。这个时候，难道我图的是您的钱吗？义父，你说什么？这新房不是你给自个儿准备的？那我跟着你瞎忙活什么呀？嘿，这叫什么话呀？你也是阿姨的老大哥。哎，叶姐，本来呢，我也想送你结婚礼物，可是你想阿姨回来她不容易，我想着把你跟小康的婚事尽快办。至于你吧，就算我这个当兄弟的欠你结婚礼物。二心啊，你说你在这个上海啊干了这么多年房地产，签点，别闹坏了。你连一套像样的房子也没给自个儿准备去，我怎么能过意得去？静云要是知道了，也会理解。哎呀，我们俩不需要房子。哎，再说了，他那套房子就不错啊，等我结婚的时候，过一下过去就行了。哎，那行了，那你赶紧收拾一点，去接飞燕，这点事儿留给我干。哎呀，放心吧，不出事儿啊。肖董，这是这批新招大学生的培训计划，请您审定一下。对了，那批大学生你都安排去实习了吗？安排好了，现在他们已经跟着张总去了苏州的新厂搞基建。小康他还没有回来吗？我不是让你去通知他？张总的意思是这批大学生刚报到，热情非常的高涨，他们说要让建设新厂的日期至少缩短两三个月。张总他是现场总指挥，所以他说绝对不能够冷了年轻人的心。你们这些年轻人啊，可真是了不起。肖董，您才多大呀？怎么说话语气像是老年人似的。如今啊，只要差五六岁，观念还有做事方式就是不一样。所以我跟你们比起来呢，我已经算是上一辈的人。肖董，不好了，白浩然先生，他怎么了？医院里发来了病危通知，他也没什么亲人，只有华云天一个人在照顾他。华云田也没了主意，就给我打了电话。我马上去医院。随时都有危险。静云，
我们呢也用不了太悲观了。你想，这个白董平时身体很好，只要我们抓紧时间做换肾手术，就一定会很快康复的。不会。刚才老班醒过来，他跟我说，他心里边都明白，他只要一垮，就会垮到底的。他还说。他说什么？他说，他已经把后事准备好了。他要把这个给你，说的就可以放心去了。希望能在他走之前听见静云叫他一声爸爸，不知道表哥愿不愿意。这件事啊，还得由静云去决定。肖小姐，其实你心里边不该不知道，老板真的很爱你。王先生，我可以明确的跟你说，这份文件跟事实不符，所以我不能拿。肖小姐，你就是再铁石心肠，也不能够这么对待自己的亲生父亲吧？肖小姐，反正这份遗嘱我不会带走的。对不起，我先告辞了。白董，肖董，你是不是想在我进手术室之前来骂我？你尽量骂吧，你骂什么我都认了。我骂你干什么？你忘了我们曾经呢还是工作上的伙伴呢。张山兄，是我对不起你。这二十多年来，我从台北跟你斗到上海，我又不听你说，什么都想跟你抢，抢到最后输个清光，连个女儿都抢不到。静云是我的女儿，她也是你的女儿啊。其实今天我到医院来，除了想亲眼看到你手术成功之外，
还有一件很重要的消息要告诉你的。你在台湾的中华制造股票一直在飙升啊。是啊，白总，您就放心吧。您在台湾的资产可以在上海买上几百套好房子。现在说什么都不像是真的。如果我这次能够从鬼门关闯回来的话，我一定会到你们萧家正式的向你谢罪。到时候我希望我们俩兄弟可以好好的喝上一顿谢罪酒。赵副市长要去开会，他嘱咐我一定要来看望白先生，手术情况呢，向他报告。太谢谢市长了。哎，这应该的，应该的。赵副市长想的可真细啊。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了啊！谢谢蒋大哥夸奖。哎，要不要先去医院？哎，这徐宁跟小康明知道我今天回来还去医院，待会儿见到他们，我一定要说他们。对，要说。哎，这白浩然做手术，管他们什么事儿？哎呀，现在不同以往了，到了医院你就知道了。飞燕来了，阿燕你回来了。哎，进去三个多小时了吧？嗯，人还没出来。哎，小刚，要不你带阿燕先回去休息？哦，不，我不累，我留在这里吧。护士小姐，手术怎么样？手术非常成功。我真的很后悔，当初没有听你的话。你竟然又知道相信那姓蒋的是真的喜欢我，可现在他为了徐宁的事儿居然怀疑到我头上。嘉德，我真是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帮那个姓蒋的破坏你的计划。你对我那么好，可我却背叛了你。哎，废话少说，你直截了当一点吧。你再回拨电话来，要求不是那么简单的吗？说，你要什么？嘉德，我妈旧病复发，又住进了医院。我想问你再借点钱。我问过蒋任贤，可他却不借我。钱没问题啊，不过你要帮我办件事。这一次我要姓蒋的跟姓徐的弄好。嘉德，只要你答应再帮我这一次，你让我做什么我都答应你。你要多少说？和上次一样，十万。好，我把钱提了，再跟你联系吧。走走走。
10万块钱，还说是对你好吗？谢谢姨，这钱我一定会还给你的。没关系，只要你真心回来帮我，钱还不还也无所谓。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报答你的。哎，这东西带了吗？都在里面。我是公安，我怀疑你身上有毒品，请跟我回去协助调查。眼晕吧你。哎，飞燕，是你啊，吓我们一大跳。哎呀，你说你也是留过洋、喝过洋墨水的，你怎么还跟孩子似的啊？哟，我不在上海这几年，你们都变得成熟了。啊，是啊。开个玩笑，你们都受不了了。我们哪还有心情开玩笑？你看到没有？通茂的装修一结束，我跟小康两个人就得去苏州参加中华制造的基建工程。小康要离开上海啊？你怎么没跟我说呢？本来徐宁和靳云打算是到华云天去的，可是这位老兄呢不肯离开白老先生，所以临时让我和蒋仁贤去那边。你要去苏州，我干嘛还留在上海啊？我跟你一起去吧。哎，我举双手欢迎啊，但是小康欢不欢迎你我就不知道了。我欢迎也没用啊，阿燕总不能作为随军家属去那边吧？呸！谁是你的随军家属？哎，我看这事儿行啊，飞燕，你就跟徐宁和静云说一下，留在中华制造算了，是不是？对啊，飞燕，你可以考虑考虑啊。你看啊，中华制造呢是由新上海国际集团和通茂集团联合投资的，而你呢又是新上海国际集团的股东，现在又是用人之际，是啊，我们一块去苏州创业多好啊！好啊，有你们热情相邀。我这就去找徐哥。嗯。我这个硕士你们要不要？不是，你什么意思啊？小康要去苏州，我要跟他一起去，加盟你们那个中华制造，欢迎不欢迎？阿燕，你真的这么想吗？我什么时候跟你开过玩笑？阿燕。你知道吗？从你决定回来，我就有一个想法了。我想把你留在长和公司当董事长，这可不是我一时头脑发热。我刚从美国回来，从林叔手上接过长和公司的时候，就有这个想法了。徐哥，你的心意所有人都看到了。这么多年来，要不是你顶着撑着，长和公司早就垮了。还有我父亲的在天之灵都很感谢你。别这么说阿燕，我在林叔的遗像前已经发过誓了，我发誓一定要把长和公司完完整整的交到你的手上，我的承诺是不会背弃的。徐哥，这几年你变化很大，可这宁劲儿怎么就一点都没改呢？哎呀，怕是没办法再改了。那你就愿意看到这种局面，为了成就你壮丽的诺言，为了打造你在世人面前的道义形象，你就宁愿看到我跟小康两地分居，劳燕分飞呀、啊？哎，你要这么说，我还真的重新考虑一下。徐哥，你就放我一次单飞，让我自己安排一下自己的命运，行吗？行是行啊，可是我一个人做不了主，这事儿还得我们靳云啊。你都同意了，他还能不同意呀、啊？没听人家说吗？说什么？夫唱夫随。嘿，我说你这小子，你说什么呢你？哎，这李嘉德啊，恐怕是躲不过官司了，这回啊。可能要被判无期什么的，像他那种人啊，就应该多判几年，省得又出来祸害别人。就是应该关他几年。这个李家的，
害得我们徐先生都关进去好几天了。好了好了，不管怎么样，李家在他们家里跟我们是世交，哎呀，还是看看有什么地方可以帮他的。那好吧，高俊，你就代表我们大家去看看李家德，给他带点东西。好。顺便叫他把资料账本都交出来，玉信公司是由我们来管理，所以那些原始凭证我们要归档保存。阿云，爸，李家德那种人还是别让高俊再和他接触了。阿妹，没问题，爸，我去。家德的事情给我的教训很大，我也反复地反省我自己。你们放心好了，从今以后我一定好好的做人，认真的做事。对了，爸，通贸集团从台北西迁上海的事情既然已经决定了，那就事不宜迟吧。那您就在这边坐镇，我就回台湾准备搬迁的事。哎，静啊，你身体吃得消吗？不碍事。阿云，要不我陪你一块儿去吧？不用了，你就留在这里多陪陪爸爸吧。徐志呀，你看，一说把通茂搬到上海来，静云比谁都着急。对了，咱们那新大楼来得及完工吗？小董，您放心吧，按原定计划搬迁呢，不成问题。爸，要我陪您去看看。好啊。装运搬家。高俊，你怎么来了？我们是好朋友，当然我来看你了。啊，另外，静云让我转告你，要你交出大洋集团的办公室钥匙，还有一些账目、文件、材料。他凭什么？你知道吗？大洋集团现在委托通贸集团托管，静云是通贸集团的新总裁。高俊，高俊，到这时候呢，也只有你来看，还惦记着我。你这好兄弟真是很够意思。想当初是你把我从监狱里接出来，没想到今天轮到我来看你。真的假的？看到你这样我心里很难受。那也应该好好想办法，那我们才算扯平了。放心吧，我会竭尽全力。这是李家德的招工资料，他并且还表示愿意配合警方侦破这起贩毒案件。他在争取更加宽大的处理啊。如果李家德不是这起贩毒案的主犯，他想主动的配合我们，这也是好事情嘛。我们的目的是要抓住毒品交易的主犯，端掉他们的老窝，绝不让毒品在上海有生存的空间。放松一点，放松一点，小康。靠过去一点，秀女大的，来，阿姨你也靠过去一点，对对对，放松一点，放小康你放松一点，你别闹，来，哎，来笑笑，笑笑笑笑，一二三。
新年高赞。看着呢，看着。好，嗯，漂亮。玉姐，来吧。来，那个，哎。就你们俩人呢，要我就行事行办，是不是？嗯，我也没办法。但是我今天替你安排好了。怎么了？旅行结婚。真的？怎么样？耶！别扭，许哥，你好坏呀、啊！今天就要把我们打发走，这下你省心了。嘿，你说的真是。哎，等一下啊。那？这什么呀？打开来看看不就知道了。谢谢谢谢谢谢，这个是我爸托我一定要交给你的酒。谢谢，月月。哎呀，谢谢静云姐，谢谢肖董。哎呀，这肖董已经答应过了，是不是？一定要送给你们俩祝福。啊，谢谢肖董。哎，还等什么呢？带上再拍一张。嗯，好。哎，摄影师，再来一张。哎，高兴一点儿。哎，静云。你们俩什么时候验证，是吧？金云姐，你看他们多幸福呀！你们俩不能总吊着我们胃口吧？就是就是。哎，我说小康，你这跟我开玩笑吗？什么人呢？这是。判了五年，你应该觉得很高兴。别这么说，小德，我今天来呢，是想看看你生活上还有什么需要。这不用你操心。当初你我到上海，一心想在上海滩闯个名堂，谁想到我李某人会沦落到这种下场？小德。我告诉你，只要你把你的聪明才智用在正道上，我相信你一定会成功。你想说，上海这地方不适合我李嘉德吗？不是不适合你李嘉德，而是不适合你某些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学年，我懂得胜者为王这道理，你先说什么都行。好了，小董，不说这个。我希望你好好的反思一下。我走了，好自为之。五年后。你我在商场上再比一下高低好。好，我等。
有95%的外资企业进驻，今年的总产值将突破35亿美金，其中包括上海通茂制造，已经连续3年实现产值翻倍，跟利润增长率。所以再过几天呢，我们集团亚洲总部将正式在上海挂牌。本集团在中国大陆已经形成了具有战略性的产业部署，我们在全国呢设立了12个分支机构，在各地呢投资了8个项目，其中5个已经建成，还有3个正在招工批建设备安装。另外呢，从明年开始，我们准备做多元化的发展，绝大部分的制造业基地已经投入生产，尤其是东北和西北地区进展的情况比我们预料的要好得多。高尔先生来了，他想见你。高尔来了，我出去一下。哎，高尔这个人呢，鬼迷心窍，他跟李嘉德做了很多坏事。我看他这次来啊，想跟我们修好，你得防着他一点。嗯，高尔先生，你跟我父亲是多年的朋友，但让我们难以相信的是，你居然受了李嘉德的影响，做出让我们不能原谅的事。我对我做过的一些错事表示真诚的道歉，不过要说的是，我和李嘉德主要针对的是你亲生父亲包浩然，而并不是同茂集团。问题不在于谁针对谁，而是做法本身就错了。对于一个在华投资的外商，如果存有侥幸心态，你认为这还是个正确的商业途径吗？所以高尔先生，你大可放心，我们通茂集团很愿意跟信誉良好的商业伙伴加强合作的。肖小姐，非常感谢，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关于股份奖励的办法呢，在国外早就成为企业的惯例。新上海集团公司取得今天的成就，是公司全体员工齐心协力共同奋斗的结果。作为公司最大的股东，我愿意将部分股份转让给公司的员工。我反对，这么做不公平。大家都清楚，我们能有今天这个成就，是因为有徐主席为我们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平台。虽然作为徐宁个人来讲，财富对他的意义远不如他的权威更重要，但我们绝不能搞平均主义，所以也就不能赞同这种违背市场经济准则的低价转让。这番话说得很有道理，但是忽略了一个前提，我还是公司的最大股东。我坚信我们这个社会的最终目标是共同富裕，个人的价值不能脱离社会的现实。我虽然让出一些股份，可换来的却是更多人的创业热忱。我希望大家不要忘了一条定律，那就是人人都应该是赢家。哎，诸位，我不是一个情操高尚的人，但是自从我跟徐宁走到一起，我就认定了你，因为我知道徐宁所追求的远比我蒋任贤所感受的所领悟的要伟大得多。既然这样，我也让出我个人相应的股份。20分钟，音乐就可以开始了。哎，这白浩然，他说要来的嘛。
会不会临时变卦？我知道怎么样把他请过来。徐明，你把车钥匙给我，顺便帮我爸照顾一下客人，我马上回来。好，来，小心点。来吧，徐明，陪这个老头照顾客人去吧。哎，好。你好，你好，高总，高总，哎，托您的福啊。上海习惯吗？习惯，这习惯。那在上海人嘛。我还是上海人啊。哦。对呀，小老今天还是蛮帅的哈。嗯。整个一老酷哥。白董，今天是我们闽江工艺园 K4 周年纪念，我爸爸想邀请你参加这个宴会，我也想你一起去参加。高俊，你看那一副倒霉的样子，你就不能高兴点啊？我很开心。看他样像开心吗？你就别再难为他了。姑妈，我跟你说啊，我到上海滩呢没别的收获，但是这几年啊，我算是把高俊的花心病给治得差不多了啊。嘿，看你这上一站聊起没完，忙着招呼客人去。老爸，我们在夸你今天简直是太帅了。真是风度翩翩。我看你们两个是居心不良啊。高俊，静云呢在这极力推荐你回台湾总部，我看你呢赶紧把酒吧给关掉回台湾吧。是真的吗老爸？这么说我可以不用当酒保了？静云可是在我面前帮你打过保票的，就当是你跟我之间最后的一次机会啊。爸，你放心，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欢迎光临。哎，赵夫人啊，欢迎你，欢迎你啊！难得你能到百忙之中抽时间来，谢谢谢谢。肖先生，我早就答应过你和肖小姐的吧。通贸集团总部前来上海的时候，我肯定会赶来祝贺。谢谢谢谢。哎，肖静云小姐呢？怎么不见她？啊，她出去办点事儿，马上就回来了。欢迎。哎呀，老爸呀，你可来了！走走走走走走。是肖兄的好日子嘛，我怎么能够不来呢？就是嘛，刚才我们还在说呢，这种场合以后我表哥是缺一不可呀。是啊，你来了我脸上才有光彩呀。各位领导，各位朋友，各位同仁，我代表上海通贸集团所有的员工在此向前来祝贺我们上海通贸总部落户上海暨闽江工艺园开发四周年所有的嘉宾，致最崇高的敬意跟谢意。上海闽江工艺园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除了各位领导跟朋友的支持跟帮忙外，当然还有工艺园所有员工的付出的努力。今天你们将可以看到你们的血和汗是没有白流的。辛苦
您再谈下去，这是光彩照人的。嗯，对啊，我们应该为这个孩子啊感到骄傲。可惜，到现在静云还是不肯认我这个爸爸。我要感谢的是我两位父亲。一位是为我尽心尽力培养我成人的萧养山爸爸，另一位是给我生命跟我有血缘关系的白浩然父亲。如果没有他们，谢谢各位。爸爸，多学着点。